你是用威力财，我发现好像其实没有很困难，可是就是多灾多难，然后只要有一个地方做错就不 OK 了。那基本上当然我们开一个新的空白页啦，最后当然会是希望看到结果是看到什么呢？一键按下去全部都下载，批次下载威力财，看到了结果 Ctrl 向下应该都 OK。 可是呢为什么不 OK 呢？大概有几个可能性的问题。第一个，同学改这边威力财下载的话，第一个这个没改，改错位置，这边有个 name 点 name 对不对？这边有个 URL， 那两个长得很像，结果有同学是直接改这里，有没有？改这里不对啊，你改了它等于没改，因为这一行其实跟基本上不重要了，甚至这一行把它删掉都没关系。那要改哪里啊？记得啊，刚刚同学我刚刚看到最多的问题，他是改这里的，他就直接很习惯的看到什么 index page 等于一，然后就把这边改了。其实你改错了，所以应该改哪里？改 URL 这边开头的，这边才对哦。就不应该改的，结果改错了，那变成怎么样？它永远都下载第一页，只是名称改了而已。OK， 所以特别重要，一定是改这里，不是改这里啊。所以这边是改错了，怎么办呢？可能的问题一，所以这边记得要改这边。啊，这边的话其实有改没改都没关系。改了没关系啦，没改没关系。第一个，那第二个的话呢，这边第二个就是改这边，这边有个 R 对不对？还有同学就是怎样，他有加了，可是他忘了把一拿掉，他就这样子，这样会怎么样呢？我们来试一下，不过你们的状况就是来直接执行，一样会跑，可是呢你会发现就跑成这样子，有没有发现？这上面会多十列空白的，然后呢会跑到旁边去。刚好像蛮多同学都这样。如果说呢，你假设你跑到旁边去的话，记得应该错是错在哪里？错在这里。OK 要不就是说呢，你忘了把它改成什么 ？End R。OK， 这边没改。要不就是说呢，你改了，可是你忘了把 A1 删掉，都不行哦。特别注意。我发现好像每个人都犯差不多一样的那个错误。这个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好啊，如果说你这些都没有做错的话，这个也没错，这个也没错的话 ，OK， 那我们把它执行一下，最后 final 的结果应该就会执行一下哦。真错，等下停一下，它哪里没改到？Command Type 有一行那个要把它删掉，把它执行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的话呢，全部执行，它就会按照我们要的结果，没有问题。那再来你就是怎么样，把那个威力财那个删之前做过的删除列，这个把它加上去，跟那个什么呢，批次那个这边有12345 6也是一样。然后这资料剖析栏宽调整，最后就 OK 了，应该没问题啦。所以因为大部分一样的问题都一样发生，所以我就把那个大家都错一样的地方跟各位讲一下，试一下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。